公子猴急什么？还请留步。公子急着奔向我家小姐的香闺，你的心情小翠能理解。但是规矩不能破，对上三题，小姐会意，别说是香闺了。公子直接把我家小姐娶回家也是件小事。我为什么要打扰你这无聊的三题娶你家肤浅的小姐？你，让开！怎么说话呢？啊！嘿！什么叫肤浅的小姐？怎么又是你啊？你今天又想出什么无聊的招数跟我对着干啊？嘿！你这什么话呀？啊！什么叫做又是你啊？这明明是你跑到我们这儿来砸场子的，还成了我跟你对着干了。就是啊，对不起，我有正事要做，没空搭理你。哎，你在干什么？来人，给我拿下！走，别动，别动啊！放厉害，放开我！光天化日之下跑到我报复来嚣张，看来你今天是冲着我来了。这，看来今天公子是铁了心要来砸场子，那只能恕小翠无礼了。拿下！是，给我抓起来！走，老实点。慢着，平飘蓬转，不通一问者，亦往往有之。翠儿，又何苦执着？不如放这位公子离去吧。爱恨匆匆，平踪浪无影，风减玉芙蓉。看来翠儿姑娘今天这是要强绑我与你家小姐成亲了。哼，无礼之人，你做梦吧！翠儿，公子议题已过。这过了，这是没道理啊！平和楼，平和以何意？我谓平飘蓬转，不通因问者，亦往往有之。公子答：爱恨匆匆，平踪浪无影，风减玉芙蓉。平和之意为之短句，人生更多是如浮萍般四处漂浮。公子所对，可谓字字珠玑。这家小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陈南霸打扮成这副样子，听他使唤。敢问小姐，何谓平和楼？哼，公子是在装傻吗？你千方百计的往里闯，却不知何为平和楼。虽说公子对上一题，可离着给平和楼改名换匾还远着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里是报府，这是我鲍家的府地，怎么会变成什么平和楼啊？你问我？你疯了吧？你问我？是报府，在这钱塘郡无人不知、谁人不晓的平和楼就是这儿啊。钱塘郡平和楼，我要进去看看，我要进去看看。这位公子何必急于一时嘛？只要再答对两题，自然就可做我家小姐的入幕之宾。行了行了，有什么题目，小姐赶快出吧。我只求能进去一探，以解我心中疑虑。鲍公子言重了，翠儿。青青啊，你倒是开门呐！青青啊。青青，你倒是开门呐，有话跟你爹心平气和的说明白。青青啊，你不嫁总得有个理由吧？我不嫁，不嫁，我就是不想嫁。这事由不得你，你今天不嫁也得跟我嫁。哎呀，老爷，好好说，先把青青哄出来再说啊。爹要是非逼我嫁，就全当没生过我这个女儿好了。你听听，你听听，他都说了些什么。哎，这事都怪我呀，他娘死得早，这孩子全让我把他给惯坏了。爹，别逼我嫁给不喜欢的人，否则女儿这辈子都不会快乐的。人家严仲叔怎么了？人家是太守的儿子，一表人才，文质彬彬嘛。啊，谁见了谁都说那是好商家好的姻缘，你怎么就不珍惜呀？哎，是啊是啊，我自己的夫婿我自己找，我才不要做你们趋炎附势的工具。放肆，这越说越离谱。老爷，老爷，老爷，
你消消气儿，别跟孩子一般计较。老爷，老爷，老爷，这严府的提亲队伍已经到了大门口了。啊，这严太守为表诚意，可是让严公子亲自过来的。啊，现在在门口候着呢。哎呀，还不赶快去接待客人！哎呀，快走快走！哎呀。媒婆孝敬花城钱塘太守严玉大人之托，来跟钱府大小姐钱青青提亲。哎呦，夏妈妈，受累受累啊！不累不累，天作之合，金玉良缘，我们沾沾喜气儿啊，也是好福气呀、啊，哪有什么累不累的呀？不管怎么说，肖妈妈都辛苦了，来拿着。哎呦，那就谢谢钱老爷和夫人了。如此一门珠联璧合、喜上加喜、亲上加亲的好姻缘，钱家老爷和夫人好福气哟。承萧妈妈贵言。怎么，我听说严家公子今天亲自到访。对对对对对，哎，来请严公子，快快快！少爷，该提亲行礼了。少爷，哎，少爷不见了！啊，不见了？怎么不见了？快去找少爷，一定要把少爷找到！快找，快找啊！那边，那边，快去，快去！小妈妈，把你的聘礼给我退回去！看来我们钱家是无福消受。哎呀，钱老爷，您听我说呀，哎，哎呀，不是，过来！哎，哎呀，夫人，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太不像话了！太把我们钱家放在眼里了，亏着我们钱家每年拿出那么多钱来支持他们严家，小爷根本没把我们钱家当回事嘛！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别气坏了身子。这简直丢人丢大发了吗？这啊，与其这样，你还不如不来提亲啊！你半路人不见了，怎么回事啊？难道我钱家逼你们不成吗？哎呀，是是是，老爷，老爷，行了行了，不好了，老爷，慌慌张张干什么？还不够给我添乱？哎呀，不是，您快去看看吧。青青，快坐，快看看。哎呦。小姐，小姐，你可别想不开呀！哎呀，青青啊，青青啊，青儿，你怎么了？你快开门啊！青青啊，你可别想不开呀！青青啊，都是爹不好啊，爹给你赔不是还不行吗？青儿。你可别吓唬爹啊，爹这也是一时鬼迷心窍嘛。这严家没一个好东西，这亲咱不跟他结了。青青啊，爹以后就听你的啊，找一个你喜欢的人嫁还不行吗？你爹急坏了。青青啊，你受委屈了啊。委屈？我长这么大就不知道委屈怎么写。这男人我可以不嫁，但他不能不娶啊。他言中书以为他那点破事谁不知道啊。我今天非要当着他的面把这事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小姐。老爷，青青的意思是又想嫁给言中书了。这恭喜公子，这第二题你也过了。又过了！哎，怎么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都能过？小八，不跟你说话的时候最好把嘴闭上。不对啊，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否则这陈南霸为何在一个小姐的贴身丫鬟身边这样一副受气包的样子？喂，我说你招亲招到如此田地，我却还不知道姑娘姓甚名谁呢。啊，还不知道？哎呦，会吧？那他来干什么了？就是不可能不知道吧？不可能啊，这不可能闹吗？不知道你来干嘛？这人真奇怪啊！不会吧？干什么来了？这人都知道名气的人，不知道你这无人不知道，开玩笑吧？鲍公子的意思是，您还不知道我家小姐是谁？确实不知。您还真逗。这有什么？难道我就天生该知道你家小姐姓甚名谁吗？哎，你无礼。
小女子姓尹，名双双，居于此地平和楼。尹姑娘有礼了，两题已过，不知道姑娘还有何题目？前面就听台下有人说，这平和考了公子的意象，这对子对了公子的形象，那下面这题不如就探探公子的心象吧。请姑娘出题。有首诗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要是公子你面对这份情谊，当如何作对？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万载水中央。哎，是谁啊？我听不懂，明白？翠儿，把鲍公子请进来吧。嗯，鲍公子，我家小姐请你入目相见，请。那就不必了，我只想尽快到宅中一探，等我解开心中疑惑以后，我就会自行离开。你翠儿，让他去吧，鲍公子定是有他不解的地方。哎。可是他也太不把小姐放在眼里了，连看都不看一眼。我气不过。有什么气不过的？这个世上不把你家小姐放在眼里的人多了去了，说白了就是烟花巷里的一个青楼女子，你还真当自己清白如雪，冰清玉洁呢？这里不是鲍府，这是哪儿？我到底在什么地方？我在悬崖下到底昏倒了多久？奶娘，暖暖，你们在哪儿？哟，今天真热闹啊，比在我家门口看严家提亲的人还多呀。双双小姐果然是江南名妓，是个男人都得给你几分薄面呢。钱青青，你说话客气点。就是。你说话客气点。翠儿，不可无礼，退下。不知青青小姐今天所来何事？少装蒜。严中书呢？今天是青青姑娘跟严少爷订婚的大日子，青青姑娘不在家和亲，怎么跑到我这儿来找男人？今天我和我们钱塘郡的百姓们在这擂台上以诗会友，比文招婿，君子小人倒见过不少，不过唯独没见到你家严公子。尹双双，你以为你躲在帘子后面，油抱琵琶半遮面，就可以冒充什么大家闺秀了？双双自知身份卑微，从未想过自己是大家闺秀。可是父母出身之事，又怎是你我这种凡夫俗子可以决定的？既来之则安之，不求时光不前，但求此生无憾。少强词夺理，青楼女子就是青楼女子，再怎样做出曲高和寡的样子，还是身份下贱。你凭什么侮辱我家小姐？有钱了不起啊？
再怎么说，我家小姐也轮不到你出言不逊。就是啊。你们家小姐勾引别人家男人的时候，就不怕别人在背后里指指点点了？你双双，我告诉你，严仲舒是我的男人，这个男人我可以不喜欢，我不要，但我不能白白送给你。你别再做梦，用什么邪门手段的方法来勾引他。哼，这个男人是不是你的，跟我家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相反的，小姐今天已经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了。青青姑娘，还是请回吧，不要在这里自找难堪。是啊，走吧，回去吧。哟，这又是哪个男人着了他的道啊？啊？青青姑娘，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人生在世，最难得的，就是找一个相爱的人，并相爱终老。愿青青姑娘能早日得到幸福。翠儿，宇文昭叙至此，也该散了。慢着，我还没说完呢。敢问尹姑娘？青儿。干什么呀？还不快来人！青儿，快给我打！是我，我是报人啊！哎呀，青儿，哎呦，别打呀！我是报人，我是报人啊！住手！别打了！你们别打了！住手！别打了！是我。我们走。是啊，你打成这个。福公子进平和楼吧。来，扶他进去。你做的。双儿。我严仲舒今生今世绝不负你，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你这番情谊啊。好点了没有？是个奇怪的人。神仙姐姐。哎，公子醒了。翠儿姑娘，这是哪儿啊？这平和楼啊。平和楼啊。
青儿。哎，公子，你要干嘛？你伤得很重，先别乱动啊。青儿，青儿在哪儿啊？你先啊！哎呀，别乱动，公子。青儿姑娘去哪儿了？你说谁？青青姑娘吗？青青姑娘去哪儿了？回去了。回去了。当然是回她的钱家大院了。钱家大院。公子，你别怪我多嘴，你怎么会跟她扯上关系呢？看她出手这么狠，一定对公子也是恨得牙根直痒痒的。钱家大院，你们怎么让她就这么走了呢？不让她走，我们又能拿她怎样？一来，公子你一介书生，哪有什么功夫打得过他身边那些家丁啊？二来，他爹财大气粗的，甭说是这钱塘郡了，就是咱整个南齐都是赫赫有名的大户人家，你又能拿他怎么办呢？钱万才有七个姨太太，可就他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从小就是护恩侍宠，任意妄为，现在可好了，又跟我们家小姐看上同一个男人。你刚才说，现在是南齐。这里是钱塘郡。对呀、啊。南齐。钱塘郡。哎。我为什么会在南齐钱塘郡？这是怎么回事？爹，奶娘，暖暖，你们还在等我去救你们吗？静平。静平。公子，你哪不舒服吗？静平。公子，公子！哎哎，这是哪儿？啊！我一定要回去。我已经没有时间了。问题一定出在这儿，爹，奶娘，暖暖，我回来了。不是有话要说吗？双儿，我要是想说那些没用的，还是别说了。我知道是我负了你，昨天为什么没去钱家提亲？我本不想，是我爹他逼着我。钟叔，我们的事已经过去了，那天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你去迎娶你的富家千金，而我继续我的逍遥快活。不行，我无法看到你投入别人的怀抱。钟叔，你放开我。不行，我不放。严峰，你放开我。呀，放开我。我不放。不对啊，这里是南齐，他不是严峰啊。奇怪，这地方真奇怪，有长得跟小青一样的钱青青，还有长得跟严峰一样的严钟书，还是快点离开这里比较好。哎哎，钟书，你这是何苦呢？既然无法改变彼此的命运，如此纠缠不清，只会增加你我的痛苦。双儿，你要相信我，我钟叔今生今世只爱你一个人，真的。此情犹可待，纵使朱颜改。双儿，我真的不能没有你，我不能没有你啊，不能没有你。钟叔，你放开。我不放。你放手。我不放。你弄疼我了，你这样又是为了哪般？对不起，双儿。是我太鲁莽了。是去照顾那个人吗？那个包公子。他身上受了伤，所以我留他在平和楼住上一阵子养伤。平和楼从来不留宿男人的，
为何偏偏因为他开了剑？自然是有缘由。要不是钱青青来捣乱，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那双儿，你还爱我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双儿，那我纳你为小，如何？很多话不该说，也不能说出来，可是你却说了。我，哎，双，哎，对不起，你就当我没说过好吧，就当我没说过。春心莫共花争芳，一寸相思，一寸灰。啊，双儿，双儿，双儿，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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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别留我一个人的。还好没掉下去。哎呀，想跳下去都不行啊，这烂树疼。气死我了。谁？谁在哭啊？快出来啊！人家好心救了你，你不仅打人还那么凶，你不讲理。哎，你刚才说什么？是你救了我？难道你是这树藤吗？哎哎哎，你到底是谁啊？我是小茶青，你是谁啊？我叫鲍人。鲍人？鲍人是什么妖精？我不是妖精，我是神仙。神仙？不可能，你刚才那样子太侮辱神仙了。我是神仙，真的。神仙还要跳崖吗？神仙不都是飞吗？我就是那种没落了被贬下凡的神仙，谁还没个倒霉的时候，神仙也逃不了。真开心，你现在这样全当放假了，不像我。哎，开心，亏你想得出来啊，这个时候怎么开心得了啊。哎，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警告你啊，你别再拦着我了，我要从这儿跳下去。哎，我好不容易把你救上来，你怎么又要跳啊？不行，我急着回去救人呢。回哪儿去啊？这下面啊，你别想不开了，跳下去你命就没了。哎，我就是从这儿这么一跳才跳回到什么南齐来，我必须要回去救人，我要从这儿跳下去。不行，你说的话已经超出了我们妖精能够想明白的境界了。总之呢，我要从这儿跳下去，你别再缠着我。哎，不行不行不行。怎么不行啊？你凭什么拦着我？不能让他这样傻傻的去寻短见，我要想办法劝劝他。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要是我救了这个人的性命让他改邪归正，那我岂不是就能增加很多功力了？喂，喂喂喂喂喂！不行，你不能跳，你的命是我救回来的，你还没有报答我，所以你不能死。哎，你讲不讲道理啊？谁让你救我了？你渡过邪事还要我报答你？总之，在你没有报答我之前，你不许死，你更不能从这里跳下去。好了好了好了，哎呀，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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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了你了。我以前也认识几个小茶树精，可是人家都没你这么烦。长得也比你可爱多了。这世上还有比我更可爱的茶树精吗？那当然有了，很多呀。梅屋云峰狮跑龙井云栖，听说过没有啊？没有。他们是？都跟你一样小茶树精啊，不过哪一个拿出来都比你长得水灵。你看你小小一颗，长得一点气势都没有。又怎么了？先不说他们是不是比我好看，
可是至少他们肯定比我命好。哼，妖精还有什么好命不好命的区别？有，当然有，区别还很大呢。就说我吧，你看我好死不死的长在这悬崖边上，我真是痛苦死了。哎呦，这悬崖边有什么不好啊？啊，这个视野开阔，空气清新，时不时还有小风吹来，这多好啊！好什么好？几乎天天总有那么几对站在这儿演肝肠寸断的苦情戏，搅得我呀连修行都修不好了。我还是个孩子，你看看我这张脸，被你们这些凡人都快给折腾死了。哼，有免费的戏看，你还不知足？我不要看戏，我要修行。我要做神仙，我不要他们来烦我。哎，对了，你帮我挪个地方吧。挪地方？嗯，是啊，据说在这山上有一块风水宝地，要是我能挪到那里去修行，那我就能成为小神仙了。美的你，好事都是你的。哎呦，求求你了，宝人，帮我挪挪窝嘛。好呀，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我答应你帮你挪窝，当是我报答你了。你不许再拦着我跳下去啊！万一他帮我挪完地方还想轻生，那怎么办呢？现在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喂，到底行不行啊？好，一言为定。但是如果你办砸了，那你的小命还是我的。哼，办砸了，别的事情我还真不见得会，不过种茶那绝对是我最拿手的。哎，在哪儿啊？一个有水的地方啊。哎，这可怎么找啊？往前走走就到了。我看你啊是存心坑我吧，走了那么久哪有你说的这种地方啊。他们明明说有的，怎么没了呢？哎呀，走了那么久怎么还是没找到。哎，原来你不知道啊。我也是听那些路过的神仙说的。什么？你故意耍我的你，抱人，再找找嘛。不找了。找找嘛。不找了，我累了。不找也行，不找的话有个人的小命。行了。哎，你很烦呢你，我就不该一时心软，所以才着了你的道。嗯。哟，就那儿。啊？在哪儿啊？哎，等等我。哎呀，等等我！帮人，快看，这里有水，快看！哎，嘿嘿，真的有水啊！这个地方可是个不可多得的种茶的好地方。哦，好了，差不多了。别说，看上去还真像个样。哼，能被我栽种那是你的福气。你可知道我种的茶叶，有多少人想拿钱买都买不到啊？你就吹牛吧。真的，我种的龙井茶是名震杭州城内内外外。龙井茶，龙井茶这名字好听。嘿，孤陋寡闻了吧。龙井茶还分几个品种，梅屋诗风、龙井湖、跑云栖都是它的分支。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小茶树精吧？没错，我也要，我要做他们的老大。就凭你啊？就凭我？你不信，那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本事吧。哼，不过让你见识我的本事之前，你还要帮我个忙。哎，你别得寸进尺啊。把我一个运到这儿来根本不算完成任务。什么意思啊？我还有17个分身，要不你一并帮我搬到这儿来吧。17个分身啊？对啊。你怎么不早说你有17个分身？你打算累死我？我等等，你刚刚说你有17个分身。是啊。17加上你一个，一共是18。18棵茶祖宗。你是18棵茶祖宗？不是，我是18棵小茶树精。嘿嘿，想当年我茶祖宗在这当小茶树精的时候。刚才可是你答应帮我忙的，你可不能反悔哦。怎么会这样？原来这里就是我的茶园啊。
你怎么了？你脑海里的画面不是很温馨幸福的吗？你干嘛伤心啊？好吧，为了感激你帮我挑的这个好地方，我也要送你一样东西。脑海里惦记的那个茶园一模一样啊！哎呦，哎呦，小茶祖宗，小茶祖宗，我终于在800年前的地方见到熟人了！哎呀，小茶祖宗，哎呦，我们很熟吗？刚刚认识没多久，不就是送你一个茶园吗？你至于吗？你刚才不是还呼天喊地的想要跳悬崖吗？我告诉你，我来自800年以后。我们家世世代代以种茶为生，而你，就是我们的茶祖宗。什么？800年以后？你开什么玩笑啊！我也希望这一切都是上天跟我开的一个玩笑。可是既然命运安排我从望情谷跳下来，一跳就跳回这800年前，冥冥中一定有它的道理。在这里，我看到了和严峰长相一样的严中书，还有相貌和小青酷似的钱青青。我想这一切一定不是偶然的，这里也许真的就是我要来寻找的地方。喂喂喂，你怎么愣神了？你在想什么呢？总之啊，那些我还理不清的过去，等以后再告诉你。现在，你要帮我一个忙。说吧，想要我做什么？帮我找静平。静平？姑娘，天色不早了，这里风大，别坐在这儿，再着凉了。谢谢，我没事。姑娘一个人坐在这里，莫非有什么心事？我在等一个人，等他回来。姑娘所等之人现在身在何处啊？难道姑娘要等之人跳下了这忘情谷？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有什么未了之事，否则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选择这一步。为什么这么说？姑娘一定是外乡人吧？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古老的传说。不过姑娘，我还是劝你别再等了，回去吧。从我爷爷那边就传，到现在还没有哪个跳下这忘情谷的会回来。先不说大部分凶多吉少，按照传说，跳下此谷忘情忘爱，如果他们在那边还有未了之事，又有谁会回到这边来呢？不会的，他一定会回来的。他答应过我，回来陪我看夕阳。
尽头。爱与恨，到。